春节会累吗？已经跑一天了。那还好，斗志还在。没，慢慢跑啦。我上礼拜我自导。哦，上礼拜。对，还好。那晚上那一段你没有走过？嗯。但是路况还可以吗？目前还可以吗？嗯，后面有一段很好。路况怎么样？那是慢慢走啊。状况好，可是现在要按厕所里面一下下。因为现在就是新运势啊，比较偏安的不一样，那边看不到东西，然后就比较真的会怕。但是还好今天没有下雨哦，对不对？晚那段应该很难走。昨天也上了很棒的天气。对啊，可是不知道会不会提起，因为如果是又暗又下雨，还是很恐怖。哦，其实早上我到不了这里。真的，你有没有看到他的配信？大概，然后他就会等我们。我觉得他晚上可能要一起走会比较安全。对，我跟他，然后我们要跟他们会。我们见识来一起走。那个是啤酒，啤酒。不要跑比较快，没有酒。我是一跑一。我也是。太变态了啦！哎，来坐一下，坐一下。那个西滨山道这边不好走，是不是？好走啊，很难走啊。你们是有看过路？我这一段没看，这一段我觉得比我想象的太闷了，是不是？太闷了，太热了，因为那个大陆那边北方没有这么热。这次心得，你一定可以写很多的。我应该会忘的。我想说，这个最多两个小时吧。因为当那我三点以前可以到这边，我原本我前三十载，我原本是设定三个小时，主要是他两个小时。结果就超过，过来这一段好走吗？今天都很好走，都很好走。下雨的多哎，这一段好走吗？这段还蛮好走的。哎呦，不要走！来了，26，这段好玩吗？但最好玩的不在这里，最好玩的不在这里，还可以吗？还可以 ，OK 哦。深夜厨房。户外深夜烤牛排，听得更多的人来了。你还要继续走吧？啊，要吧？这是我的地标。他要问我15次，我要先吃饭。感觉直接招标了啦，白痴啊！这么好牛排，全熟也送啥？干，这又不是酒店，你以为这是许愿池哦？这很老就很老啦，不熟就不要吃了。那么辛苦爬到微微庙，你在搞这个害我气死心，听不下去了，我要走了啦。志军哥，这一段好走吗？过来这一段，没有一段好走，没有一段好走。奇怪，想说你应该有很多话要讲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我今天到这边我已经赚到了。是吧？西B三到西B四没有很多话想讲吗？这一段好走吗？很好走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对啊，那个石板路很爽哎、欸，我走到石板路我都快哭了，真的是。其实我觉得那个富仁国小前面那个山那个路真的是非常无痕。好，你懂得很好，非常的内秀。我跟你讲，没有必要一直 po 他的影片，你知道吗？他的梗已经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没有用。没关系，我回去我还是剪掉啊。这条路好不好走？坐一下。天气很热，我现在既然快抽筋了。刚刚你的 GPS 都没有动，大家只有野本的在动。这段好走吗？不好走啊，不好走。这样花多久时间呢？6块吗？8小时，后面还有5次嘛，对吧？5次也是不好搞，慢慢吐了。对，慢慢吐了。